大家好，我是北美彪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墨西哥风味的 Cajun 肉末，用到料是10克，对不对？Cajun 这100克肉末，少许的姜蒜末，100克玉米粒，20克加拿大 pinion pepper，50克青豆，少许的胡萝卜丁。好，现在开始制作，先加入少许油。放入姜、蒜末，在炒出香味后，加入肉末，同时加入啤酒，最后翻炒熟后，加入所有的配料。同时加入一汤匙料酒，一克盐，好，再把炒熟、炒干，里面没有其他水分了，这样就可以装盘了。上面再撒上 Parmesan cheese，哎，这样吃的时候用菜叶卷上我们炒好的培根肉末就可以了。啊，这样一个简单易做、健康好吃的培根肉末就做好了。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